伊问讲今年呢，伊吹个即个莴苣芥蓝。拢吼袂生根，这是虾米款的这情形？哎，老师好像，禁忌干些当用药米索吗？啊，那是讲咱这种莴苣芥蓝用药米索，这个效果好吗？因为袂水根啊，不大概根长不好，当然，因为这物件可能拢它就是稍微比较怕热一点点啦哈，所以呢。啊，假设你那是水分处理了无好势吼，伤过头淡吼，那么伊的这个也发芽，爱长根的速度会比较较慢吼，这应该是真正常。那么拄只宝妹咧讲吼，讲是不是会当用咧当然的晒吼，玉米素哈，这个用够性吼。假设你用你个地能滴落，大概都够用啊，大概两三滴都已经够用。那么真济咱伫西咧咧野水菜，即个好朋友吼，对于即、這个啊，即个物件呢，这个赞不绝口，啊，认为讲这真正是足好用的哈，啊，所以好朋友吼，即、這个无妨呢，你也当先试看买下一个哈。那么其大概是即款的一个方式。那么伊较无发根吼，可能就是温度，你可能伫迄个高温的时阵有去甲吸掉啦，是安怎哈？那么伫一个有呢，应该是啊，有这款呢，一个就是会有这种情况啦，哈，所以这大概呢是这个道理哦，所以只有咱这种朋友哈，你小啊小做一个了解的哈。那么那是伫较高温啦，所以你应该是要注意通风哦，这纸哈会袂开，袂发根哦。啊，这个纸的白发根足济，一个这个啊，足济一个这个原因吼，最大的原因吼，最大这个原因都是和土水有足大的关系吼，一种物件袂使想。啊，过来就是讲照光啊，就是光线，比如讲啊，伊的足济这个种子吼，种子咧发芽的时阵吼，这种伊的生长和迄个光线足大的这个关系吼，比如讲伊的现。现伊的，你都无你无个砍砍哦，你个暗暗哦，有当时啊，伊个根就会长不好吼，会了啊，了较无遐好势哦。啊，我甲看起来最主要的是这个温度，啊，再来就是堵水啊，这应该是这款的这情形。那么大概是安那，这一般咱那是像我先前讲，为什么你会去家吹个吹个遮长啊？这一般那是咱咧种的时阵哦，咧做这个吹芽咧吹个时阵呢。第一就是讲，袂使伤，袂使甲堵伫水底内底吼。啊，过来就是讲，会吐白，咱就要掂嘛，唔当等，因为你迄互伊拢全部吐出来吼，你要种诶，足歹种诶，是毋是安尼？哦，所以这时间应该爱小抓一下吼。这我毋知影讲为虾米吼，啊，因为你规个若是无许，等伊着底下现伊着较袂开根吼，较袂开根诶正常，有时啊伊个会烂去吼，较容易着即个。一个叫立夫病吼，苗立夫病吼，这点你爱稍注意者啊。所以咧应季的时阵的拖背呢，大概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啊。对，当然，听众朋友，你稍做一下这参考。